说明你走对地方了。耶、yeah, ，come on。
然后呢？
在家的不远的地方吧，其实也蛮远的，我估计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，如果走步的话。这边呢就是那个妈妈今天骑自行车去买菜的。那饿了的话呢，就是在山。
最后一条也被我干掉了。まだ見ぬあなた会えますように。